So we have two projects regarding Li so far. So if someone could actually add some context over there in the English transcription, that would be helpful for our guests.大家好，我是子瑜，然后我今天要来讲一下就是关于 V Taiwan的事情。对，那 V Taiwan 到底是先设好的吧？那科技进来之后，肯定会有一些需要去调整的地方。就像就是小杰，当他变成大杰的时候，他的衣服就会爆炸，那我们就要想办法帮他有就是调整一下新的衣服。 对，然后一开始的话，这是 V Taiwan过去的一些比较有名的 project， 像是毕守新公司，或者是可以去不去海曼斯公司吗？这样子，那或者是线上的就是咨询这样。对，然后就是V Taiwan的目的应该是在说，我们要怎么样让大家可以用很简单的方式去对于这样子的议题，就是做一些意见上面的发表跟沟通。 对，然后就是为V Taiwan的目的应该是在说，我们要怎么样让大家可以用很简单的方式去对于这样子的议题，就是做一些意见上面的发表跟沟通。对，然后就是可以做很简单的就是意见的发表。然后像这个是我们现在上礼拜做的实体的一个咨询，那个虚拟会议这样。好，然后对，那就是因为会有一些像非常困难，就是像部会他们可能会提出一些非常困难的一些文件，那我所以就会需要一些就是大家来帮忙，让它变得更加让所有人都能够理解。然后再来是有点工商服务，就是希望大家下礼拜如果对无人机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来按这个网页，然后去参加去报名我们的实体的讨论会议。对，然后就是我们征求法律人，然后跟市场行销的人，然后还有任何对疫情有兴趣的朋友。 还有他们的朋友，对，好，然后从周三，从10月中的时候，每周三，我们的小松会变成改在就是空总这个地方，那大家都可以来玩玩这样子，我们会有很多讨论，好，那大概就是这样，谢谢。